灰姑娘宝剑二，设定变更。转钥匙，开机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音量调节，都在这里可以按设定，设定变更。设定一，摇杆打一下。好了以后，钥匙向左转，排除。退避，退避正常。自动。あれ、もし乗せ。解除。OK。机甲漂亮，屏幕几乎没刮，下面也没有刮，灯光正常。OK。Menu 正常。OK， 测试完成。